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投资马拉松频道。关于黑莓股票的股价呢，我想所有的黑莓投资者呢都有留意到了。在过去一周有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呢，它的股价呢是持续在上升，而且每天的升幅呢都不少。现在是五月二十八号上午的九点四十八分，它今天股价呢又蹿升了百分之十一点多。现在，那么它最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今天有一个我的频道的朋友呢，他在留言区问：如果他的股价呢升高到十三块钱，我相信是这个朋友的持仓成本吧？他应该继续持有还是应该先抛掉？他认为呢这次呃黑莓股价的上升呢跟亚空事件有相关性。嗯、呃，我想他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，因为他本身的黑莓股价呢。 也没有一个突发的新闻，它本身的基本面呢也没有一个呃巨大的改变。再结合到其他几只被市场曾经压空过的股票，GME 啊、AMC 这些股票最近的一些股价的走势来看呢，还有新闻来看呢，呃，这次黑莓的股价呃急剧的上升呢，跟压空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呃黑莓股价呢。 黑莓股票最近一期被做空的一个数据，五月十四号，这里有一个显示，五月十四号的时候，呃，它的被做空的股数呢，大概是五千万股，比五月比四月十五号一个月前呢，四千四百多万股，上升了大概百分之十点多。那么现在一共流通股里边有百分之十的股票呢是被做空的。 那这个趋势呢，是有更多的，我想应该是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吧，他们是看空黑莓的股票，然后增加了自己空仓的仓位。呃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如果有相当多的投资者看好呃黑莓的股价，然后把它抬高的话，那么作为做空的这个投机构投资者呢，他们会担心自己在买回黑莓股价的时候呢，股价会越来越高。 自己的亏损呢，就可能会越来越大。当然了，或者是它的盈利就会越来越小。如果他们是在非常高的位置抛售过黑莓股价的话，黑莓股票的话，它现在要买回来，买入的成本越高，它的呃盈利越少，或者有可能还会实现亏损，而且亏损的这个幅度呢，有可能是无限的。这就是所谓的压空的一个效应。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础的判断，如果是正确的话，那回答刚才那个网友的问题呢？呃，我我想也不能简单给他一个答案，而且要视乎他自己几方面的一个因素。首要首要的一个因素呢，我觉得是他对黑莓股票的一个长远长远的一个看法，他是打算长期持有，还是就是短期的炒炒作？如果短期炒作呢，其实就要看自己。 对自己的一个回报率的一个要求是多少？达到了自己回报率的时候呢，你其实都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抛售掉的。呃，但是呢，我相信，呃，我的这个频道里比较多的呃朋友呢，还是看好黑莓股票的一个长期的效益、长期的一个发展前景的。即使是这样说呢，当一个股票的一个股价在短期内不理性的上升太多的时候呢？ 可能也是一个暂时套利的一个机会，那么这样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即使是我们长期看好的呃一些投资者呢，出现亚空这种事件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？嗯，我想首先要看自己的仓位的情况，如果你的仓位是很满，就是所有的股票都投资在了黑美股票里边，呃，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你可以在上升的这个过程中呢。 按分次的把它给呃清清仓一些，不是不是真的清仓啊，就减轻自己的仓位一些。呃，然后其实我这里之前做过一个视频，就是在呃黑莓股价未来一年的操作应该怎么做。我自我这样说吧，我我自己怎么怎么想？如果在它的股价一直在上升，我之前给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呢，是在呃港加币的十到十五块钱的一个区间。 那么它其实一直在这个箱体里边在这儿运行，呃，现在呢在往上，现在现在涨了百分之十三点多了哈，嗯、呃，我呢，我根据我自己的仓位来说呢，呃，我会在它十五块钱以上的时候呢，开始会做一部分的减仓，如果是升的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我可能会减的更多一点，呃，当然我我肯定不会清仓，不会把所有的黑莓股票都卖掉。 因为我是长期看好它的发展前景的，呃，我不希望自己呃因为短期的这个盈利呢，就是把它全抛掉。然后如果有一个呃比较大的一个新闻，比方说有一些新的消息，让它的股价再回不到原来的价位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我的损失会更大。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，所以我不会清仓黑莓的股票，只会在它短期内，呃，如果是再往上上升到一个不合理的，比方说上次这样的三十多块钱，呃，我上次也是这样操作的，就是在它超过了二十五块钱以后，呃，清仓了一部分，然后在下来的过程中呢，又不断的买入加仓，呃，这次我基本上也会这样同样的一个做法吧，但是不会第一不会清仓，第二呢。 也只是会分批的一个卖出的一个方式，呃，现在看呢，一般来说，呃，这个作为、呃、空头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呢，他们会看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变化。如果是呃这个呃就是被压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，或者是他们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也要不惜成本的去。 呃，把它买回来，所以在短期以内呢，就像我上次这个有一个视频里边说，呃，介绍的，它有一个黑莓股票的这个最近的做空数据哈，这这一期里边，呃、大家好，我提到了它最近黑莓股票呢会波动会比较大，<对>包括它下跌也好或者上升也好，如果出现压空事件呢，它上升短期时间呃上升的这个幅度也会很大，那么。 大家要比较密切的留留意一下。如果你是短期想要一些操作的话，嗯、呃，我上次提到呢，我如果是我长期想要在黑莓的股票投资，假设哈、啊、一万股的话，我可能有五千股呢是不会动的，长期都会持有。但是我还有一半呢，会等到黑莓的基本面，还有它一些呃呃一些操作，一些比较管理层的一些报复啊，或者一些计划呢。 得到逐步的实现的时候呢，再投入另外一半的呃资金进去，呃，当然了，那些是有一些那样的操作呢，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吧，呃，应该说比较中性，也不是特别激进，也不是说特别保守，呃，但是呢，呃，我那是我的一个想法。那么现在呢，呃，如果是在没有出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呢，我可能有一半会长期持有，还有呢，有百分之。 多出来的百分之另外的一半的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呢，可能会做一个呃波段性的操作。这个详细的内容我都在另外一个这个视频里有有有提到，大家可以会去看一下。呃，刚才那个视频啊，就是未来一年操作的那个视频里边。嗯、呃，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吧。呃，不会，呃，我不会清仓它的股票。 然后呢，大家如果对这个黑莓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呢，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的路线图呢，应该是下半年到十月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关于它的 IV 系统的一些新的信息，呃，或者是拿到市场上测试，呃，然后跟更多的汽车厂作为一个合作，然后明年二月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用到呃汽车的呃生产地区。 也许到明年的下半年呢，可能才会有一些盈利体现到它的报表里。所以，黑莓的股票呢，不基本面呢，短期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个一次性的突发的事件呢，就是它的一些专利被卖出的一个消息。但是那个有可能是好，也可能不好。那如果卖的价钱比较高呢，当然是一个利好；如果卖的价钱比较低，因为它损失了一些专利上面的一个持续的收入。嗯 如果卖的价钱又比较低的话呢，也许是一个利空，也有可能。所以短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呃不确定因素，长期呢暂时呃还是看好的。所以我等一会儿呃晚一些时间呢，可能会做一期关于黑莓呃基本面的分析的一个更新，呃希望大家可以留意。呃这一期的视频呢就简单做到这儿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留言区呃呃大家探讨。 呃，感谢您的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